嗨，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主播老张，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在第158期节目继续跟大家讨论电影。哎，这一周过得挺有意思的。这一周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全世界的人民忘记了疫情，忘记了美国这些糟糕的事情，全部都在关注这个美国队长的一个 Instagram 的照片嘛。说回电影的话，我们上周讨论的是《花木兰》这片子，我估计讨论了之后，好像是也是引起了挺大的听众回响的。嗯，对，我们这边的留言也非常的多。那么《花木兰》这个片子呢，就是在国内的话，现在我看了一下，感觉好像是它已经被八佰反超了。嗯。然后呢，在票房占比上呢来说呢，它现在跟排名第三的《信条》基本上是拉平的，就是每日票房收入的话，基本是一样的。嗯。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想呢，就是说《花木兰》的排片场次其实比《信条》要多将近一倍。嗯，所以说每个场次的话，那么《信条》的票房输出要比《花木兰》其实是要高的。嗯。我之前说过的嘛，就是因为已经有那个 4K 的翻版在网上出现的话，这个对这个票房的打击肯定是非常厉害的。然后疫情本来就是对所有的电影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考验嘛，所以这也不出奇。但是我们现在看，就是花木兰和信条其实都已经出了挺久了，然后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个烂番茄上面的评分，现在烂番茄上面信条是降到了73分，而花木兰还是在75分、嗯、所以现在至少从一个影评人的这个排名上面来说的话，还是更多的影评人对花木兰比较喜欢，反而对我们这个诺兰的信条没有那么的看好。这也是非常出奇的，因为诺兰本来就是一个口碑上的大神啊，所以就是说这次被搞得这么惨，也是真的挺惨的。反而花木兰的话，就是虽然就是观众们骂的比较狠，就是海内外的话就是各种政治原因的话都骂的比较狠，但是从一个影评人的角度比较理智的来说的话，这部片子大多数人还是给他一个好评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一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吧。然后因为这个话题的话比较激烈嘛，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留言板块里面也是被轰得很厉害啊，就是有些人还是就挺理智的过来讨论，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说这部片子不是很好。那就是说这种讨论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为了喷来进来喷的，所以我也是拉黑了不少这样的留言。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想喷回去的话呢，可以来我们的那个喜马拉雅的这个留言区来看一下。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因为这个片子在国内呢，确实也是说，大多数的中国观众呢，可能是因为不管是艺术创作方面啊，或者是跟他们以前认识自己意识里面的花木兰形象就是有区别的这个原因呢，在中国大陆的总的来说接受度是不是特别好。那么就是即使是4K 网上已经有资源，这也算是冲击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吧。但我觉得这个片子总的来说，如果是从评价和反响方面来说呢，就是说在国外应该是比国内总的来说要好一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国内没有这些观众们先入为主的这种心里面的态度。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国内的观众看这个东西可能有太多自己带自己的那些想法去看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理智的来看一下，现在花木兰的话基本上是超过5%的评分都是一星和二星，也就是50%以上都是给这部片子是不及格的一个分数。那我们反而来看《终局之战》这部片子是46.4%是给五星的，也就是说差不多有一半的观众给《终局之战》是给满分的一部片子。那你说《终局之战》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如果我们以花木兰的这个角度去看《终局之战》的话，我们也可以挑出很多问题。你说花木兰丑，我说那个大胖子雷神还要丑呢，是不是？你要说花木兰不符合历史，那雷神我们上一集也说过，他也不是按照历史中的雷神这个样的人物来塑造的，是不是？他跟 Loki 根本不是兄弟关系，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在看别人的电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看法，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为什么观众评分其实有时候就是真的是戴了很多有色的眼镜去看的，所以我还是就是更多时候我愿意去相信这个影评人的评分吧。OK，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花木兰这个讨论呢，就是不会像我们节目一样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我觉得在我们的就是留言平台，像喜马留言平台这种地方啊，
就是说还会有不停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听众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应该是长期以往的，因为这个片子我觉得虽然说现在在国内票房上不是特别火，但是讨论它的态度呢应该不会那么冷静，就是大家其实都会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然后想要表达一下。所以说在留言区呢应该这种互动的方式，以互动的方式会进行一段时间。对，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很多这类似的这些电影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英雄卧虎藏龙，当片子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这个是哄外国人的，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虽然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拍的，但他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是给外国人看的，所以我觉得不好。所以这些片子刚出来的时候都是一边倒的这些评论，但是慢慢的这些片子在海外得到了一定成功以后，再过几年我们再往回看的时候，豆瓣上的评分就慢慢的上去了，所以这些都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OK， 再看回电影的话，我们158期节目要讨论的片子是什么呢？这周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网飞上面新出的一部电影，叫 Devil All the Time。这部电影如果字面翻译呢，就是魔鬼永远都在，但是我们的豆瓣上面的中文翻译叫神器之地。我觉得这个翻译也是挺神奇的，我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就是神器之地，就是说它其实是奔着传神的方向上去的，因为英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到处都是魔鬼，魔鬼无处不在，就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但神器之地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神是放弃了这片土地。因为他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小孩说他爸爸其实一直在跟魔鬼作战，就是 fighting the devil all the time。对，这个片子呢其实是一部小说改编的，是2011年的一个同名小说。这个片子呢在我们以前的节目的新闻区讨论过，就是说主要我注意到它的原因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片子的神仙阵容，就阵容特别强大，所以我们大家在不知道这个小说，不知道这个电影具体是关于什么的情况下呢，就是总的来说对这些演员的阵容相对来说还是属于比较吸眼球，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较关注这些演员吧。对，我从我就是打开这部电影看的时候，我都对这部电影没有一个很多的了解，我就是在看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面对我的会是一部怎么样的电影。我觉得这样的感受其实也很好，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如果看了太多预告片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上你已经知道这个电影的走向了，就一点惊奇感都没有。而这部电影真的是给了我非常大的惊奇，就是我在看前35分钟的时候，我大概看到35分钟的时候，我给包子发了一个微信，我说天哪，这是什么电影啊，我在看什么东西啊，就是真的没有，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电影的走向。毫无疑问，如果你要是看这个片子，但你完全不了解这个片子是什么样子的话，这么以零期待这种心态去看这个片子，通常来说会发觉一些惊喜，因为你对这个片子里面的亮点呢会有非常好的感受。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个片子从16号，就是9月16号网飞就是全世界全面上架来说呢，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风评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一般。在 IMDB 上它是7.2分，在这个烂番茄上它影评人士是65%，但是观众评分是86%，在我们国内的豆瓣评分呢是6.8。说实话啊，我看到就是观众评分是86%，我是挺惊讶的，因为这个片子对于我来说呢，我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口味，比较慢热，然后讨论的东西比较严肃，然后通常在人类灵魂啊、社会就底层啊、就这些阴暗面这些挖掘呢，通常是我比较喜欢的东西。但是同时呢，我也很清楚这一类主题的片子就不是奔什么超级英雄啊、动作啊这些东西，就是这一类片子的东西呢，就是总的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小众的电影作品，就是真正喜欢这个板块作品的人呢，相对于来超级英雄或动作片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就是这部片子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宗教性的东西可能会冒犯到一大部分人，所以如果跟我说87%看这部片子的人都是没有被这个片子给冒犯到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可以幸福的一个数字吧。我觉得这个片子呢导演是 Antonio Campos，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导演，他也是这个片子的改编编剧，因为这个片子本身是基于一个小说的嘛，所以说这个小说的作者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录旁白录音的那个人，是一个老人，给人感觉就是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就是老人慢慢的给你讲这个故事絮絮道来，就是这种感觉。
Antonio Campos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这么一个电影人，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好像他的作品相对来说都是讨论比较阴暗主题的，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做这个电影应该算是他的舒适区了。我看他是基本上是做这些电视剧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它也是像一小段一小段的电视剧的感觉，很多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是围绕着这个人物的一集，围绕着那个人物的一集，特别是就是我前面说的一开始的那个30多分钟，因为你会觉得特别抓不住头脑，这个电影到底想在说什么？原因就是它不停地围绕着几个人一直在转。所以你刚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这部片子应该是说这个人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转到了另外一个人物或者是另外一个时间线上面去了。所以一开始看的时候会稍微有点不习惯这个节奏啊，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小蜘蛛侠出现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故事已经走上了一条比较稳定的一个时间线的这个道路上了。可能是从45分钟以后，他的故事线就比较平稳了。说回这个电影的这个阵容啊，说实话，是我最近看过的片子比较强大的一个。这个片子首先呢是讨论父子两代人，那么这个片子里面的父亲呢，其实就是Bill Skarsgård，是我们说的小丑回魂里面那个小丑，就专门吃小孩子灵魂那个小丑。然后呢，这个母亲呢是Hayley Bennett，应该是属于 Musical Lyrics 里面演出的一个，就是流量明星那个小歌星那个样子。然后呢，这个片子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熟悉的面孔，比如说像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 Dudley 啊，那个那表个表哥。哥，我们之前那 对对个《永生守卫》里面也有他，对，对，但他这个片子里面，说实话，表现比《永生守卫》里面的表现要强很多。那部片子的话，它可能就是，我觉得它更放得开一点，就是它不管怎么随便去演，因为它是演一个大反角嘛，就是那种很神经病的那种夸张性，它都可以就是很放松的去演。这部片子就演得比较谨慎一点，我觉得。然后呢，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呢，有一个就是比较对他比较喜欢的一个女生，也是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后来女主角的妈妈。其实这个女生呢是《爱丽丝漫游奇境》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就是爱丽丝。我看了她很长时间才认得出来，就是最近好像没看她演什么电影嘛，所以说对这面孔已经慢慢有点陌生了。就是好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越长越丑了 有点对的，因为这片子里面化妆并没有把她打扮成一个美女嘛，所以说脸上感觉好像是皮肤也不是特别好，有各种各样的雀斑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Robert Pattinson，在《信条》里面我们知道，然后下一版蝙蝠侠也是他，那么当年的吸血鬼也是他，在这个片子里面他有相当的成分。然后这个片子里面的男主角呢，Tom Holland 呢，其实是应该是蜘蛛侠，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有我们的冬兵在里面演的是一个警长。另外一位角色呢是 Jason Clarke，他是应该是《终结者4》里面的 John Connor。所以说这个片子如果是说从演员阵容和面孔，我们熟悉的面孔上来说呢，真的是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就最开始我在看这个片子的就是不是预告片，就是这个片子出来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我默想就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属于偏流量形式的人吧，就是大家对他们的娱乐板块的作品都比较信任，所以说我多多少少会觉得这个片子可看性和娱乐性应该是有的。但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呢，我觉得这个片子给我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作品。对，其实这个阵容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制片人。他的制片人是 Jake Gyllenhaal，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这个蜘蛛侠系列里面这最新版蜘蛛侠里面演 Mysterio 的那个。然后之前也演过什么 Nightcrawler 啊、断背山啊这一系列的片子，然后还有一位隐藏人物是美队，你知道吗？就是冬兵的这个角色本来是美队来演的，但是突然之间他的就是他的片期出了一点问题，他好像自己要去导演一部什么片子，然后就让那个冬兵来接，就是接他的这个位置了。这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冬兵在漫画里面是接了美队的位置的，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他也是接了美队的位置，所以好像不管怎么样都是跟漫威宇宙有点关系的，是吧？我觉得其实是怎么说呢？因为漫威宇宙创造了这么一组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人物。那么这些演员呢，我们相对来说也比较熟悉。这些人呢，因为漫威电影世界的原因，也变得
有名起来了，那么就是说有很多其他的电影机会呢也会请他们，所以以后我们会慢慢的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些演员呢在其他电影里面串场出现，所以说这给我们挺多口水话题。嗯，所以就是一开始这部片子出来，我看了这个阵容，如果有人跟我说这部片子是那个卢索兄弟导的，我一点都不惊讶。这片子呢，看感觉就是味道上来说，对于我来说比较像 Coen Brothers 的作品，就相对来说有一些宿命论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呢，他讨论的就是美国南方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州里面的故事。这个呢，也是属于 Coen Brothers 他们作品的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作品方向。那么老张，你在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呢，你觉得它跟你最开始的期待有什么样的反差？你对这个片子有多满意呢？我一开始对这部片子什么都不了解，所以我一点期待都没有。我看完了这部片子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觉得我需要提的就是，如果你想去看这部片子的话，我希望你作为一个观众，你是没有什么心理毛病啊这一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子其实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压抑，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什么忧郁症之类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最好是不要看这样的一部片子。第二，如果是你有这个可能是这种宗教信仰方面的东西的话，这样的片子可能也最好就是回避一下，因为不一定会很适合你的这个看法啊，什么这种东西会让你有一定的不舒服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节目里面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还是很喜欢，就是一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看这个东里面的东西，它非常的悲，但是在悲的同时，我又感到的这种黑暗的东西有一定的，好像是这个作者或者是这个导演在很讽刺的在说这个东西，但是我想笑，但是又觉得好像去笑这个东西对这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很不尊重的，然后又觉得不该去笑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就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在看这部片子，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这个东西，但这个感受给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因为很难有一部电影可以让我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因为我一开始真的就是突然之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惊悚片还是一个鬼片还是什么的，因为它的名字是 Devil All The Time 嘛，就是魔鬼永远都存在嘛，对对对，然后有很多这种黑暗的镜头，然后在这种可能在森林里啊什么的，就是突然的黑很黑暗，然后又有给你很大的一种压迫感的这些东西在那边，所以我真的就是很不了解这部片子，但是慢慢走到后面的话，我就觉得其实它开始有一点像那个昆汀的第一组小说这一类型的这种电影，就是其实是每一个人物他自己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个主要的这条故事主线会把所有这些人物的命运给串联在一起，是这一类的但是后面的话，因为这一类的片子其实从低俗小说之后的话我们也看了很多类似的，所以就是没有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这电影一开始就是给我打的措手不及的那个感受，是我可能是今年看电影看到现在是一个最特殊的一个感觉了。我觉得这个片子怎么说呢，因为它是从一个书改编的，所以说通常来说在写小说的时候，你想要刻画的东西，特别是像这个作品呢本身存在着很多，首先是对就是战争的就是 PTSD 啊，就是战争之后对人的这个精神方面的压力和折磨，算是他想讨论的东西之一。另外一个，他里面有很多像你说的就是嘲讽宗教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使用这两方面的东西呢，他其实创造了很多小故事桥段和人物啊，其实都是非常变态，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极端化的这些小故事段。那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总的来说就是觉得这故事既荒诞又刺激人神经，而且这故事呢时不时的就出来一段暴力情节，然后这个暴力情节又特别特别的扎人，就是特别特别真实化的那种非常非常非常刺骨的那种暴力，并不是把这个暴力呢拿来当做就是我们通常看到其他超级英雄的那种就是娱乐型的暴力，所以片子看的时候呢，就是给人感觉非常耗脑非常累。那么就是如果你要是说是属于那种一天工作很累啊，然后到家里面想要放松大脑看一个电影啊，这个片子确实不是特别适合。而且我相信就是说，虽然说老张
感觉是到目前为止你比较喜欢这个片子。那么我呢，其实直观来说呢，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片子的。但这个片子呢，我是真的不是特别想推荐给大多数的人看。对，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对这个片子这个节奏，这个慢热的节奏和这个片子里面的主题来说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适合他。嗯，我甚至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突然想到那个《好莱坞往事》。嗯，里面有类似的一些地方，但是我觉得它比《好莱坞往事》要做得更好。《好莱坞往事》的话，很多一部分是、其实是导演自己的意淫，就是自己想给这个那个时代做致敬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嗯，但这部电影里面可能那方面的东西更少一点，但是导演自己的这些电影语言啊，这种手法，这种美术感，包括就是很多很多个镜头都是人死之前都是朝天看着那个树和天空的这个情景，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是非常，对对对，其实就是特别给我是昆汀的那种早期的这些电影里面会运用的这些手法。 所以我就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看完之后闭上眼睛啊，就是这片子里面坏人特别多。这疯疯癫癫的人特别多，然后坏人特别多，就是你看他就是有各种各样一对一对的人或一组一组的人，他们就是作为组成故事的这些基石和基本故事片嘛。但这些故事片段呢，基本上全都是围绕着一些比较极端化、比较疯狂、比较荒诞的，甚至说就这种就暴力或者是非常阴暗的，就是坏事情发生的。就是说像比如说像父亲最开始的时候，他呢就是说因为战争参与了二战，那么从二战退伍回来了之后，他就会有一些就是在二战里面经历的一些比较恐怖比较残酷的这些视觉方面的冲击。那么回来了之后呢，他找到了一个老婆觉得挺好，但这个老婆很遗憾的就是说得了癌症，然后慢慢就要死。那么他呢就是作为对这个老婆本身他非常爱，然后他放弃了所有其他的东西，放弃自己就是以仅有的一些远房亲戚，就是说跟这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在一起生活。然后呢很明显他们在生活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不是被他们周围的很多人接受的，因为像美国南方这些小镇呢，其实总的来说也是蛮排外的。那么最后等到这个夫人慢慢开始生病越来越重的时候，他的精神基本上就是坍塌了，他开始狂热的去崇拜上帝，然后去祈祷，甚至要牺牲自己身边的这些动物啊之类的东西，去希望能够使用这种非常幼稚的盲从的这种手段能够把他老婆的这个病治好。就这些东西就是怎么说，就在起步方面这个片子给我来说就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起点。所以说我觉得这片子里面呢就是有两样东西让我觉得特别明显。第一呢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说宿命论的那种感觉，如果你要是做了坏事，你最后一定会受到惩罚。那么这个片子里面呢，其实是到后半节的时候死了很多人，对吧？坏人基本上都受到了惩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就是宿命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儿子长起来了之后，基本上走上了跟他爸爸几乎是一样的路。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小女孩长起来了之后，也走了当初跟她妈妈非常相似的路，就是说感觉好像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循环。那么这个电影开始的时候呢，是从二战结束，这个爸爸从也是一个年轻人了，从二战的时候回来的。那么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男主角呢去参加越战，给人感觉就是说战争呢其实保卫的。战争希望能够守卫的其实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描画的这种这种美国的生活方式吧，就让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丧。这部片子其实它到最后的话它也没有说明，就是它没有很明显的说这个小孩他后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啊？他是说他在车里面就是昏昏欲睡的时候，好像想象到了自己像爸爸一样去参军，去参加了越战啊，也突然想象到就是说自己有了一个小孩，有了一条狗，有一个家庭，这样一些东西啊，都是一个就是他对未来的幻觉。其实也可以说他是对他小时候这个童年的一种回想也是可能的，因为就是这些镜头跟他小时候其实是非常相像的。然后就说就是你前面说的这个宿命论啊，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这部片子里面这个旁白，也就是这个作者，其实他的声音非常好，作为一个就是以笔吃饭的人，他的声音能那么好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他作为这个旁白，
他可能就是以一个上帝的角度来说这些事情，因为就是说作为上帝他对这个每一个人物都是非常的熟悉，那当然了这些人物都是他笔下面创造出来的，所以从某些程度来说的话他就是上帝。但是我又想了一下句话，他可能就是这个 devil all the time 的这个 devil， 他就是这个魔鬼，他安排了这些人所有人的命运在他的笔下创造出来，这些人所有的命运都是给他给摆布的，都是在他以一个说书人的这个身份把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的，所以他就是这个作者这个旁白可能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魔鬼，也是有一定的可能的。嗯，包括最后这个小孩就是他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车是吧，然后那个陌生人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昆汀的那个好莱坞往事最后那个杀人狂那个 Manson 的那个感觉。那、哦、是吗？就是那种就是长发披头士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当然也有人说那个人的形象就是一个上帝，耶稣基督嘛。对对对，就是说他最后其实是他是唯一一个就是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是没有继续跟这个跟撒旦斗争下去，都是就是对性啊、对钱啊这些东西给臣服了，所以就是犯下了罪，所以就是说上帝就是都给他们判了死刑嘛，但是这个小孩是唯一一个肯跟命运斗争下去的人，所以最后他是跟上帝走掉的，也有这种说法。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电影能让人有那么多遐想的话，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成功的。我觉得片子里面就是坏人其实比好人多，我闭上眼睛仔细想一想的话，就是觉得这个片子里面其实真的没有几个人是就是怎么说呢，在行为方式上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就是包括那个最后这个小孩子作为一个孤儿，然后跟他这个是属于说远房的爷爷奶奶一起去住嘛，这两个人感觉好像是从美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算是善人了，因为他们收养了这个男主人公是一个孤儿，然后那个女主人公呢，后来那个小女孩，其实当初他们收养的时候那个小女孩也是一个孤儿，对，就总的来说他们其实做很多事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这个小孩子长大大概16、17岁的时候过生日，然后这个爷爷就咣了一下给他一把手枪，我当时我在想美国嘛。可你现在可能可以这样理解了，就是说当初1960几年的时候可能这种事情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毕竟在今天的这种就是文化氛围，或者美国经常高校里面会有枪击事件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点让人觉得不舒服。然后那个奶奶呢感觉好像是一个老好人，然后是对教堂总的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虔诚这样，但是毕竟呢，这个就是这个电影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为了这个二战结束返回来这个远房这个侄子呢，就已经给安排了一段婚姻。然后这个婚姻如果没成的话，这两个人没在一起，他好像心中其实还有一些不舒服怨气，因为他其实是本身很希望能够照顾这个女生，所以说这个女生后来有小孩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去帮助这个女生去看孩子啊。最后这个女生死了，这个小孩子他还会作为孤儿领养过来。对，这个就可能就是像你前面说的是有个命运论，因为他相信他自己的儿子应该跟这个他收养的这个这个小女孩应该是结婚的，因为他答应过上帝，如果是上帝可以让他的儿子从那个二战活着回来的话，他就让这两个人结婚。但是最后他们没有结婚，然后很明显的这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命运。那么从这个奶奶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是上帝给他们的惩罚，那也可能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命运论，或者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恶魔开的一个玩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咖啡店里面这个父亲就是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咖啡店和那个 Jason Clarke 的角色你说换让座的，对，就是抢那个座位，如果那个座位是Jason Clarke 做的话，那么他们遇到的伴侣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中出现的道路就不一样了，也不会有后面这么多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一个时间，如果只是差了就是多差了5秒钟，如果 Jason Clarke 已经坐下来的话，他就不会过去想坐那个位置了。另外一个片子里面就是扑面而来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就是说对美国目前宗教的这种不信任和控诉，让我觉得就是非常尖刻的讽刺啊，就是从各种各样的人对教堂的这种盲从的这种信仰，包括这个爸爸当妈妈已经逐渐病危的时候，他会就是使用这种就是非常极端化的虔诚的祈祷方式
去祭献各种各样的就是动物啊什么的，而且包括他自己儿子非常喜欢的狗都被他杀了，然后就是做祭品这种狂热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什么其他，比如像就是大力教堂里面做一个非常疯狂的事情，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找到主了，然后他的做法就是说他小的时候非常恐怕害怕这个蜘蛛，那么现在呢主给他的力量他就不再害怕蜘蛛了，他拿了一个大罐子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蜘蛛，当着这个教堂里面所有的人把这蜘蛛全都倒在自己的脸上，然后以此表示主给了他坚强的信心，给了他力量，对吧？这个时候就是这种非常非常荒诞的事情就会让这个教堂里面所有的人对他都产生了敬畏，然后就会有人呢因为这种事情，就是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电影女主角的妈妈嘛，也算是一个教堂方面的牺牲品，因为这个原因而对他产生了个人方面的敬仰，以至于最后被这个人杀掉，因为这个人最后也是属于半疯状态的，就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被主赐予了可以把人起死回生的这种能力，然后要把自己的妻子杀掉以去试验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起死回生。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觉得非常讽刺的地方，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地方。所以说这种东西非常多，再包括后来呢像Robert Pattinson 的这个演的这个牧师，这个牧师来到这个教堂的地方，然后通过教堂的身份，通过就是以宗教忠诚的这个名义来诱奸其他的少女，而且他做的并不仅仅是这么一次，他自己还是有夫人的，就是说这种人呢其实也是属于就是算是对宗教信仰的一个很强烈的讽刺吧。对，而且他会非常强烈的就是洗脑这个小镇上面的人物，就是说让他们对这些少女会出现一种不信任，说他们都有幻觉，因为他们就是不来那个做礼拜，所以就是他们已经被神放弃了，他们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幻觉，去想尽办法让这个城镇上的人不去相信他们，就是如果这些少女真的是就是跟别人说啊是他诱奸了我啊什么的话，就没人会去相信他们，所以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一种做法。就是说这在宗教方面呢就是有两个比较极端的现象，一个现象呢就是比较就是无意义的盲从，不管主说什么东西我都会盲目的去相信，如果是能够以虔诚的方式去祈祷，不管这个虔诚是多么疯狂的手段，那么它也是属于一种盲从的存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牧师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其实是非常清楚他卖的就是让周围所有的人都去盲从宗教，所以说他才能够完成他自己希望能够做的坏事。所以说这两方面非常鲜明的差距让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对宗教的剖析其实是相当的犀利的，这个电影在这方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胆。对，但是同样的话这部片子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部片子全部都是以一个男性为主的这样一个阵容去拍摄的，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角度基本上都是从一个男性的角度去看的，所以这显得这部片子里面的女性演员在这片子里面可以展示的东西非常的少，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稍微有点失调的一个东西吧。或者是就是说女性演员或者女性角色在体现自己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们的人物性格或者角色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对，所以你感觉不到特别强有力的人物存在，都是一个就这些人其实都是对 对牺牲也是或者是牺牲品，或者是其实必须是附着在他身边的男人身上才能够体现他对这个故事本身的贡献或者是故事的作用，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故事。那么在美国1950几年到1960几年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它的社会结构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小说其实是描写那个时代的话，我也没有办法真的去太挑它。然后里面那个冬兵啊，我觉得哇，他是不是因为要演这个警长这个角色而去增肥啊，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发胖了好多好多，然后他不是现在还是在跟那个跟那个一块在拍那个迪士尼的那个 Winter Soldier 和那个鹰眼 Falcon 那个两个人的那个电视剧嘛，那么他怎么能就是增肥那么多来拍这个电影呢，真的有点想不通。而且我现在发现他是可能是他增肥了以后他的脸特别像那个Luke Skywalker 那个叫什么来着，对对对对对，变方了，对对
对对对，变方所了。以其我实就说觉得，实如话，果就是《星球大战》要拍一个什么外传，人物新外奇传的的话，话，是吧？就是可能像 Solo 一样拍个就是以前的外传的前传这一类的东西的话，可以让他去演 Luke Skywalker，我觉得真的 很适合。你对 Robert Pattinson 在这个片子里面的演员表现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他超过他在《信条》里面的表现呢？我觉得他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表现，超出的地方就是在他的语言，就是他在说那些口音的时候，我完全想象不到这些是口音他。是从他嘴里面出来的。这个可能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个地方。但是他整个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放空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很深的那个关系，所以就是永远就觉得他的眼睛在放空。所以他在演很多角色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他好像有点放空的感觉，这是我对他就是所有的片子里面都是唯一一点缺点。但是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就是这样呢，还是他的眼睛的问题，反正总是给我这个感觉。那么就是现在，其实我对这个演员呢，慢慢开始出现了兴趣。就以前我在知道他的时候，我就说啊，吸血鬼嘛，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好东西？而且就是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最近还回去重新看了那个吸血鬼一二三四的，然后就是觉得，干其嘛实，要在那这个样片子惩里罚面，自己？就是说，其实他最近这几部作品里面表现，跟当年他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演吸血鬼的时候的表现，其实是进步差距非常大，就是非常有进步的。所以说，希望他能够就是继续往下发展下去，然后真的走出自己当初的那个框框。但是我现在觉得他可不可以挑几个正面人物来演啊？不是，就就是是他不要那是，么极端性的人物，我对觉对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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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就是 Tom Holland 其实也是一直希望能够就是摆脱自己青春片的那个形象。他从最开始的时候，Billy Elliot 开始就一直都是演就是小孩儿，包括蜘蛛侠里面，他其实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中生，就是那么个形象。那么他呢，就是一直希望能够演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片子。小蜘蛛侠在我们看的这个系列里面，他也就是一个给我的感觉都是一个很嫩的那种感觉，就是Mr. Stark，就是永远是就是跟着这个钢铁侠屁股后面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这部片子里面，就是说你能明显看到他虽然还是演一个非常年轻的一样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肯定是比他真人要年轻很多的。但是，就是你可以从他的身上感觉到很多这种阴暗点，很多这种愤怒点，是你在他演蜘蛛侠的时候是看到不到的，而且这部片子里面，其实他也有不少的动作戏，而他这部电影动作戏的话，其实跟他这个蜘蛛侠的这种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部里面是可能是更暴力性的，可能更像那个 Punisher 那种感觉的。对，相对比较朴素。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的可塑性还是挺强的，因为其实他因为以前是练舞蹈的嘛，所以他的形体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他知道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身体，包括在发怒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去表演这种感觉啊什么的，我觉得他是非常可塑的一个演员吧。你对 Jason Clarke 在这个片子里面的表现感觉怎么样？Jason Clarke 就是明显比这些我们看的这些明星都是要年长很多啊。就是如果就是对。摆在一起看的话，好像就是你感觉是一个中学里面一群孩子在演一个话剧，然后有一个老师过来演一个角色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是的，是的，有这种感但觉，是我对。又觉得就是他演的这个角色其实非常适合他，非常适合他，就是比他要演什么 John Connor 什么的更适合我觉了。得John Connor 确实是不适合他，对对。对，因为他这个人呢，他从来不演英雄，他演的就是日常生活中里面就是性格比较突出或者是比较有味道的这种人物形象，就是这个片子里面真的是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他演出的是一个，怎么说呢，以拍杀人照片为生的摄影师，然后呢，为了得到自己拍杀人照片机会。就是以牺牲自己老婆的色相为方式，在高速上开车，然后专门把这种搭顺风车的人招上来，然后呢用自己老婆的色相去勾引他，然后拍一些色情的照片，最后把这个人杀掉，然后分尸，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拍照片。就这个东西说起来其实也是非常令人发指的一样东西，在这个片子里面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有问题，但并没有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做得这么过分。
对，我觉得他这里控制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变态，你知道吗？就是从他那个咖啡店里面让座啊，跟那个waitress 在那边调情啊什么的，你就觉得这个人非常有魅力。甚至在就是他们第一次就是开车在外面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到他是个坏人，你都没有感觉到他是个变态。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啊，就是最开始前三十分钟，然后父亲自杀之前有挺长的那么一段，对。那么等到这个孩子跟老头了，他才开始一起生活，然后这个小蜘蛛侠作为男主人公长大版的男主人公出现的时候，这个就是片子其实有大概是四十五分钟、50分钟差不多。对对对，那个时候才开始感觉好像有点看这《倚天屠龙记》的感觉、啊，这片子已经过了，小说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男主人公才出现。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开始跟他自己的义妹，就是怎么说呢，算是妹妹嘛，一起生活，然后保护妹妹。这些故事开始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就会去想，前面花了那么多的笔墨去描写他的父亲，到底是为什么？他其实就是这个小镇上面的所有这些人物嘛，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而且就是一个命运论嘛，就是儿子会重新走父亲的道路，因为他有一句话就是就是这些混，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混账，到处混账，对，然后就是他，你一定要就是要惩罚他们。然后他小时候问过他爸，多是很多是多少？有100个吗？然后他爸就说，反正差不多吧，100个。对，因为这个片子到后来的时候，其实是回到最开始电影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小蜘蛛的电影结束的位置，其实是小蜘蛛跑到当初他父亲自杀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再遇到当初其实对他非常好、对他有积极影响的那个警察，就是冬兵嘛，在那个地方跟他一起两个人对枪，然后电影其实这故事线是在这里结束的。所以说看到后来的时候，你了解就是关于这个宿命论的这个理论和这个故事手段，那么你就知道当初花了一些笔墨去描写他爸爸如何痛苦生活，最后如何以疯狂的方式自杀，这个过程其实是对后面有推动作用的。但在看到这个电影中间部分的时候，真的是挺怀疑的，就是为什么会前面花了那么多笔墨，因为你不知道后面的东西，所以你会对前面的这些东西的时间就有怀疑。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这个片子如果是稍微短一点可能会更好，就是对于一些观众来说可能是不会让他们觉得太慢。有一些其他的旁白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讨论到底是需要还是不需要。比如说他会说这个妹妹Lenora 最后自杀了，他说这个旁白的声音说这个女生自己走到这踩这个桶上面，然后把这个绳子围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突然之间又不想自杀了，但是一不小心踢了桶然后自己自杀了。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讨论到底这个旁白啊增加的这些情节啊对这个电影的情节向前发展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觉得挺好那一段，就是是吗，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其实在临死之前一切都想通了，一切都放开了，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是就是已经太晚了，就这些东西其实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想开，是吧？一定要想开。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你想到这个旁白，因为我一开始也就觉得为什么这个电影那么多旁白，虽然那个声音非常好听，是吧？但是就是稍微觉得这个旁白有点多了，因为我们一直说的电影就是 show don't tell 嘛，就是演给我看，别他妈在旁边跟我说这些东西。但是后来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说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多了很多层次感在里面，我就觉得是一个添分的东西，反正不是一个减分的东西。对对，总的来说这个旁白我是觉得很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毕竟是做书的原作者来做这些旁白，所以我觉得第一呢，这个旁白的存在和这个作者本身参与的存在呢，证明这个作者对这个电影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原汁原味的这书的一个重体验，视觉体验。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其实是个好处。另外呢，很多时候的旁白呢，给你增加的这个信息量啊，其实你看不到的。有的时候我会说这个人会想到什么东西，比如像三 D。就是怎么说呢，变态那对夫妻嘛，那个女的最后呢还想就是把自己的老公干掉，然后带着勾引小蜘蛛，然后带着小蜘蛛跑掉，这些东西呢如果你单纯在屏幕上看的话也是很难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这个旁白呢真的是给你增加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量有些时候真的是挺值得玩味的。
对，嗯，那么老张，你给这个片子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呢？我可能给这部片子打个2，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比较有争议的，或者是不适合很多人的。我觉得这一方面啊，还有就像你可能刚才说到的，就是有很多东西以这个旁白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也是表示了其实这个导演不知道用其他方式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演出来。所以其实也是遮掩了他一点不足的地方吧，我觉得，反正这部片子我个人来说是挺喜欢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是很推荐别人去看，因为我真的就是对这些人的接受程度不是很了解，我这种片子呢，总的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我的胃口，我给这个片子打分是优，但是还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给像什么罗马这类片子打分也很高。但我知道那种片子呢，就是说其实也是非常小众的，针对某一个层次、某一个板块的观众。那么这个片子呢，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这种怎么说呢，看电影像读小说一样的这种方式的电影，其实以前我也看得相当多。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呢，通常都是因为慢热的原因，导致很多观众其实看不进去。对，就这样的电影，其实我觉得只能一个人看，就是只能自己坐在可能电脑面前看，就是我很难想象这样一部电影，我如果我在客厅里面跟老婆两个人同时看这部电影，她有多不舒服。我更想象不到，如果你就是有一小孩儿，然后再跟小孩儿一块看这部电影的话，会有多么的不适合。所以我觉得这种电影的话，真的是就是一个人去享受的这样东西。绝对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男女朋友一起约会的时候看的片子。对，我觉得其实信条也不是，对吧？因为你女朋友肯定会一直问你，这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说什没么？事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最好的还是去看木兰，是吧？老少皆宜。OK，那么关于这部《神奇之地》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其实老张跟包子总的来说对这个片子的评价呢还是非常非常正面的。我们再看看本周还有什么其他的电影新闻。首先呢是锤哥 Hemsworth 最近在一次被采访中呢表示，与其他的复联成员的元老级人物不一样，他暂时呢还不会考虑交出锤子离开雷神这个角色。他说呢，现在他参与的这个片子呢叫做《雷神爱与闪电》，在这部片子之后呢，他仍然计划以雷神的身份继续参与漫威的电影宇宙。我觉得他跟钢铁侠和美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除了做演员之外，他没有去尝试做别的东西。就是美队的话，现在开始就是自己做导演啊，拍一些东西，想尝试一些自己的小众电影。那么那个钢铁侠，我们也看到他去尝试了，但是好像不是很成功。所以我的预言还是他会回到漫威宇宙来的。那么锤哥的话，很明显就是还是想靠就是在漫威宇宙中的他的这个欢迎程度，来拉一点工资的是吧？因为最近自己家里那个造房子啊什么的也花了不少钱，是吧？然后我觉得他还是就是想靠这个角色来赚钱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留在这个电影宇宙中，就是也不一定代表就是他需要做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有时候不时的出来客串一下什么的，我就觉得会给别人的电影拉很多分嘛。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漫威呢，其实还是需要像他这种人物时不时的穿插一下，然后给这个漫威电影宇宙整个是一个宇宙观呢有一个存在感。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下一个阶段呢去讨论这些什么永生族啊这些人嘛，那么这些人呢，其实在漫画角度上来说，其实都是神级的人物嘛，那么仍然需要像雷神这种人物，就是跟这些人可能会有一个平级的感觉，所以说并不像以前最开始漫威这个复联。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跟地球人有关系嘛。现在我们既然讨论很多宇宙人了，那么锤哥作为一个宇宙人的身份，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的。而且现在呢，雷神这个人物呢，其实人气比较高，比较讨喜的，他有很大的这个喜剧幽默的成分在。所以说，这个人物如果继续利用下去的话，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花絮形式的东西吧。因为在漫画里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Jane Foster 变成了女雷神，是吧？然后在漫画里面，就雷神失去了他的那些能力。但现在在这个漫威宇宙中的话，就是雷神是不需要锤子，就是有自己的能力的，是吧？也就是说，可能女雷神和雷神两个人是可能是同步存在的。
那么可能从一个名义上来说，可能是会让 Jane Foster 继续做这个雷神。那么，锤哥的话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不穿盔甲，然后就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就是给这些新的复联成员做一个导师，其实是一个搞笑人物吧，但是做一个导师身份在那边出现，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挺好的位置吧。因为我们现在看绿巨人的话，基本上也不走在这个第一线战场上面了。但我觉得就是让这些元老级的人物在后面啊不时的出来一下的话，让所有观众还知道这是一个复联的电影。因为你一下子全部都换新血液的话，可能是观众会有点不太习惯。对，落差太大。对。OK， 下一条新闻呢是 Olivia Wilde 在传出最近呢与索尼公司合作打制一部还不知道名字的蜘蛛侠宇宙的电影之后呢，最近发表了她的喜悦心情。虽然他没有正式确认他做的片子是不是蜘蛛女 Spider Woman， 但是他透露了，就是说漫威的老板呢 Kevin Feige 参与了他的这部电影，同时呢他表示对越来越多的女导演参与进漫画超级英雄这个板块区域呢感到兴奋。对于这个新闻呢，很多这怎么说呢，就是影迷朋友看到了，就是说漫威的 Kevin Feige 参与了这个他的电影，感觉好像是就是 Spider Woman 就蜘蛛女侠要跟这个漫威电影宇宙合在一起了，所以说感觉好像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透。我觉得这不代表什么吧，因为就是如果他的电影就是蜘蛛系列的电影的话，多多少少跟漫威是稍微有点搭架的。你不能说啊，我在我这个电影里面突然把纽约给毁了，是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多多少少跟 Kevin Feige 都会有些联系的，而且 Kevin Feige 是很喜欢去跑去别人片场的。他从最早的话，我们就知道90年代末的那个 X-Men 一、蜘蛛侠一什么那些，这时候他已经就是开始参与就是制作了。然后最新的那个 James Gunn 在那个 DC 做的那个自杀小队，他也去片场的，你知道吗？就是 DC 的电影他都跑去片场去参观一下，然后给那个 James Gunn 提点意见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所以他是很喜欢跑这些东西的。所以我看到这条新闻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其实啥也没说，就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就好像是蜘蛛侠的两部现在跟漫威宇宙有关系的电影里面，其实都是请了 Kevin Feige 来做顾问的。肯定需要的，因为你想那个就是好像是那个 Morpheus 那个那个预告片里面，我们最后看到那个Michael Keaton 的出现嘛。那 Michael Keaton 的那部是在那个蜘蛛侠一里面出现的。那蜘蛛侠一的话是算漫威管的这个片子，所以他们肯定是同一个宇宙，但是可能是靠边缘一点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的话，你不能在这个宇宙中出现很大的变化，然后不跟这个总宇宙有任何的联络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就是说Olivia Wilde 他自己反正是现在的女导演啊，然后就是强势的女性人物在电影整个这个大环境里面越来越多啊，所以他说这个女导演参与进漫画超级英雄这个区域呢，他感到兴奋。老张，你觉得兴奋吗？我觉得就看他怎么样去塑造这个角色吧，因为我觉得就是目前为止啊，我们如果说那个神奇女侠的话，神奇女侠最早的塑造她还是在那个蝙蝠侠对超人里面，所以不是那个女导演自己塑造出来的东西，她也是接了别人所塑造的东西，然后在这个成分上面加工的。就比如说我们看钢铁侠一二的话是一个导演，到了第三集 Shane Black 接管的时候，他是以一二的基础上去建造的这个角色，他作为一个导演进来的时候，他没有就是重新设计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 Olivia Wilde 他进来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设计这个角色的话，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看看他有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想法。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东西我觉得相对来说有一点怀疑，因为我觉得女导演其实应该是跟男导演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能力呢其实不应该用他们的性别来鉴定。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女导演参与的东西通常来说在动作戏方面都比较弱，就是感觉好像女导演呢其实在刻画人物性格啊、人物心理矛盾方面呢应该是比较强的，但如果是让他们做这些动作场景的话，他们通常这个控制能力没有那么强。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带了一点的有色眼镜在看这个问题吧，就是因为也有很多男导演拍出来的动作的东西不理想的，
是吧？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光这么说嘛，就是这个Fantastic Four 啊，然后这个 New Mutant 啊，包括自杀小队第一部的话，其实很多方面也是非常失败的，是吧？让那个坏人就在那边扭，就是这就算是。就算是打就是动作镜头了吗？就很多这些东西，很多男导演做出来一样，就是让人失望。嗯 ，OK， 下一条呢是随着这个电影《神奇女侠1984》呢再次延迟上映时间，现在推到圣诞节了。黑寡妇呢也面临着延期的这个讨论。再加上上期我们讨论的新闻呢，就是索尼公司更是官宣了他们不会在疫情稳定之前发布他们大制作作品。所以说呢，美国很多现在的电影院，现在包括 AMC 啊、Regal 啊和 Cinemark， 虽然说已经逐步开始重新营业了，但是却面临着没有新片大片可放的这个窘境。当下呢，就是各路院线公司的股票纷纷下滑，让分析师呢对这些公司的经营状况呢感到非常担忧。有些人呢会说，就是这些电影公司呢是不是坚持不到圣诞节，他们就其实是没生意可做。虽然说电影院开了，但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吸引人去看电影的作品。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美国有一个叫 Animal Draft House 的一个电影影院已经在很多地方又重新关门了，因为实在是就是电影院开着还不如关着。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说到过，就是说虽然现在就是信条冲在最前面，想证明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话还是可以让电影院敞开的，但是事实证明就是这些信条这些电影进了电影院以后，其实给电影院的负担更加大。首先就是他排不了多少片子，然后大家又不买爆米花，然后很多人看完了以后就把什么口罩啊什么都扔在这个电影院里面，所以就是他们清理的时间和费用什么的非常高，因为每个椅子都要去喷啊什么的，非常非常花时间花人力，然后就觉得还不如关着好。所以就是其实信条这个大试验是算比较失败的。那反而来说的话，就是花木兰这个放在那个迪士尼平台上的这个实验，对漫威来说，对迪士尼来说是非常成功的。它在不到两个星期，就是在迪士尼的平台已经收割了$200 million的这个钱，当然这个钱就是如果是没有疫情的话，如果就是花木兰这个片子在海外在电影院上的话，肯定300-400 million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现在只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下，可以把损失减到最少的一个方式下，他这个实验是非常成功的，至少要比信条要成功。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迪士尼现在就开始重新的把黑寡妇又开始延期了，然后还有一个动画片叫 Soul， 可能会接着也像花木兰一样放在那个迪士尼的平台上面卖。如果疫情还没有好转的话，我觉得黑寡妇也有很可能就是放到了迪士尼平台上，因为就是花木兰这个片子，很多人也许不愿意花$30去看，但是如果你漫威的电影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10倍、20倍的人愿意花这$30去看这个东西。我在这方面呢，多多少少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我觉得黑寡妇这种片子呢，是年轻人看的片子。那么年轻人看的片子，通常你就是说是一个人去看，或者是跟你的朋友去看。那么花木兰这种片子呢，之所以在迪士尼平台上面可以做的相对来说比较成功，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这种片子是目的是为了让家长带着小孩去电影院去看的。那么有很多人呢，可能家长自己觉得无所谓，我去看电影就看电影了，但是让他们带着孩子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心里就突然之间没数了。那这个东西在迪士尼平台上面放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方便。你要知道$30的话，在美国其实买的也是不止一张电影票，所以说这个投入其实价钱其实是不低的。那么作为家长呢，带着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一起把在家里面把这个片子看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其实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那么像黑寡妇这种片子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放在迪士尼平台上的话，因为它没有这种爸爸可以带小孩一起去看的这种节奏，那么有可能它的表现不一定会超过像花木兰。但是另外一个片子，你说那个 Soul 呢，中文名字叫做灵魂嘛，其实是 Pixar 公司的动画片。我对那个片子上迪士尼平台我其实是相当看好的，我觉得也又是一个就是爸爸其实是应该带着孩子去看，爸爸妈妈带孩子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么一个选择，现在回到迪士尼平台上，那么这个操作呢，基本上就跟花木兰这个电影的操作类似。但是有一点你可能就是没有意识到的，就是
其实爸爸更愿意为自己花钱，比为小孩花钱花得更快。就很多时候，小孩说：“爸爸，你为什么那么努力的工作？”爸爸说：“因为要买好的玩具。”然后小孩说：“可是我的玩具都很烂啊。”但是爸爸说：“爸爸的玩具不烂。”就是爸爸很愿意花钱给自己去买这些东西。而且有一点就是，如果黑寡妇里面有什么信息是关系到后面这期要出来这些电视剧的话，我觉得大多数人会第一时间不考虑的花这30块钱，马上去把这个东西看掉的。而且就是说，因为现在有马上这漫威这些电视剧有好多部都马上要出来了嘛，所以就是这个 Disney Plus 这个平台的钱，很多人已经是交定的了。所以，对他们来说，不像花木兰那个时候，就是说，哦，我要交30块钱，然后再要交这个月费，可能还有一个考虑。但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他们的考虑点就比较低了。而且通过花木兰的成功，我现在也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接着让我花30块钱去看一部新的电影的话，在家里这个平台我可以看 4K 的话，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一个感受。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诺兰这个声音啊什么的，我在家里电视机上面看的话，我可以把字幕打开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电影院公司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就没有还手之力了？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这个疫情情况下是这样的。如果疫情好的话，迪士尼还是会把电影放到这个电影院去放的，因为就是肯定还是电影院赚的钱赚的要多。所以说替这些电影院其实还是觉得他们挺悲催的，因为他们虽然是现在开了，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圣诞节之前，如果是没有特别大的电影的话，他们只能去放的一些老片。那么这些老片呢，如果是因为没有特别新的东西在，所以说虽然说这些片子是值得重看的片子，但大家会不会选择回电影院里面去看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电影院呢，坚持到圣诞节之前应该是一段苦挨。这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可能是100年碰到一次这样的问题。很多就是这些投资人啊，不管怎么样的话，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些事情，是吧？因为我们以前也有就经常看到，哎呀，有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就开始买房子啊，可30岁不到买了是大概什么20多座房子啊什么的，好牛逼的一个人物啊。但这些人物现在碰到疫情呢，房子全部都租不出去，房子全部都跌价，这些人现在是怎么样的呢？对不对？就是很多问题就是碰到疫情的话，真的是完全不是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了，就是然后这些电影院的赔钱，我们就是电影公司也知道电影院这样很苦，但是他也不能陪着他就一直苦下去啊，他也要为自己的员工着想啊，不是说啊，我支持你，我们就一直苦着，你反正不赚钱，我也陪着你不赚钱，肯定我还是要把我自己的损失减到最少的嘛。有道理。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现在还是我们的国内的这个电影院比较好啊。你看，就接着就是这个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各种各样的电影都出来了，是吧？然后我们现在也就是挺期待这10月份这个国庆这些电影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也会上很多电影。我之前不是说我去那个叫什么汽车电影院去看了电影吗？然后因为我朋友圈发了以后，就是有很多这种电影公司的人看到了，然后他们现在也在开始谈这个汽车电影院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中文电影也在这个汽车电影院上了，所以可能10月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中文电影在这边发出。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些电影院有一定的问题的话，其实还要怪这个贸易战争嘛，是不是？不然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些中文电影愿意在他们美国的这些大电影院里面上嘛，对吧？也是可以拯救一下的。好了，那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那么反正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电影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中留言。那么接下来这个10月份的这个电影月里面呢，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电影，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多分享在你的朋友圈、你的微信群、微博上面，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来一起加入我们讨论电影。那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话说电影，从中可以得到进入我们大话说电影的粉丝群，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24小时不停地讨论电影。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158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我是老张。我们下周再见。下周再见。